从来不玩火柴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我从来不玩火柴。加油，兄弟们，加油，干吧得！全军出击！跑跑，蹦蹦，跳跳。以前那英雄联盟，我想玩个中单 AP。我跟我朋友说，我朋友玩什么？他说你玩安妮儿吧。我说安妮儿出什么装？他是六个大天使，或者五个大天使一个猫子。我这得抠你一下子了啊！我这得抠你一下子。我这得再得抠你一下子了。我这法力流系带抠不着，挺难受啊。麻烦溜，直接赶开去，二级就赶开，啊，直接上路赶开这拉尔，让鳄鱼先收收兵来。直接就赶开他，吹哎一血。二级干克，我从来不玩火柴。你，行，抠打火溜，平 A， 平 A， 接抠接点烟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接平 A， 不行了。哎，上当了，勾引成功。干哈呀，塞拉斯？抠我呀！哎呀！走位，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给你套个盾来，给我掏死他！哎，给我再推一波，再推一波！这塞拉斯啊，我这直接遗失的章节了，我这好的回家了，来个章节蓝够了。一会儿还得给他来个鬼叔叔，能给队友套盾了。对呀，能给队友套盾了，所以安妮儿辅助也还可以。
这大鞭子。左边可能有人，咱不去啊，咱们去右边，直接往下走。身为一个安妮儿，这就得赶客，知道吗？来，直接跳弹下来，先杀谁呢？直接先杀满豪啊，直接俩都杀了得了呀！我说，先杀 ADC 吧。那婉豪没助攻，哎呀，熊呢？熊呢？熊回来，熊，熊就在那待着，不就回来了吗？吹。我发现啊，安妮儿确实没必要发力流气弹，因为根本碰不着人。你看我带着发力流气弹干什么？我都摸不着人，他根本他就不触发。吃个塔皮吧。再去下路，我们无限赶客啊，直接上来。先杀 ADC， 哎，别死了。塞拉斯来了啊。哎，塞拉斯没来呀、啊、塞拉斯没来，你装什么杯呢？你装什么杯呢？装什么杯？还装杯？文波装杯呀、啊、真是装杯。晕在原地呢，那致命点燃，吹气儿，刀嘛那一点，那安妮儿就得赶客。安妮儿如果在中路跟人，就跟人家发育啊，那这个别玩那安妮儿，没个发育，那英雄发育就是弟弟，吃塔皮。再见，回家了。美甲卸魂卷，算了，先不美甲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得跑得快，这就先不美甲了，先这样式的。塞拉斯没了，往下走一波。噔噔噔，我来了。
卖火柴的小女孩来了，她来了。后撤来，哎，利息不用玩了，直接电刑触发带走。都 W 放大，闪现扣往回 W 呀！我操，抽一下，一开起来抽 W 死了。你干哈呢？你要干哈呀？你怎么跟个憨一样？真是憨呐、啊！咱们打个塔皮吧，啊？这 ADC 挺有意思的啊！敢一个人守塔，我没想到。我恨呐、啊！我美甲窃魂卷没除，你干啥呢？你们能不能别送了？我走了，等我出完美甲窃魂卷再死，行不行？啊，我美甲窃魂卷先来一个。好，这回再来吧。其实也不是，我跟你们说，主要是我伤害太高了，没办法，我们的节奏太好。这前期就是二级港口那一波啊，就自从那一波以后，我们直接就起飞。这塞拉斯看不住我，你带个熊干啥呢？你在干什么？提博士，你叛变了！还怕艾克来啊？不过艾克秒不掉我，应该我一套连他就死了。提伯斯已经不认识他同父异母的兄弟了。防御塔筑城即将脱落，上路赶开一波。我的天，我还是去中吧。兜来啦，兄弟！这个拉斯猴哥好厉害，知道猴哥厉害啦？啊，知道猴哥厉害啦？我给你来点东西是真是不行了，我一看，这打着没呀？这是不是没打着啊？空大了。哎，哎，你不死我都吃死，兄弟！你不死都对不起你都。干哈呢？提博士，给我拍他！哎呀，投降了。